大家好，我们在楼上休息了有一大半天，然后现在准备去超市买被子。被子，对，我们准备过来投靠小六他们了，在这边住个两三天吧。然后这边是临时租的房子，条件呢很简单，但是很幸福很开心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去超市买被子吧。我们三个人买两层就可以了啊，应该可以。嗯，齐齐，我们两个齐齐盖，因为现在是夏天嘛，买一个夏凉被，薄一点的夏凉被就可以了。也不知道今天凉不凉了。哇，这边的太阳好毒辣辣的。你好嘟，你好嘟，你好嘟嘟嘟嘟嘟。哇，你老感动。哎，家访应该在那边吧？过去看一下。这个地方是我们来百色，来到百色田东之后逛的最多的地方了，几乎每天都来这边报道。然后昨天是过来买水果，前天是买拖鞋，今天过来买被子。找一找吧，找一个我们这里找一个我们喜欢的被子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可以哦。那你摸一下这个舒服吗？还可以，说原价是189，现在做活动99。可以可以，这个可以。这有个绿色的，你看，感觉可以的。感觉可以啊。嗯。拿出来打开看一下。这边也有吗？嗯。都差不多哎。对。感觉这个要高级一点。真的。嗯、这个也是99，但是好像感觉这个99要舒服。这个是的，我家里面也有一床。打开看一下，好像有一个绿色的，这绿色的也是一样的吗？嗯。啊，对啊，就刚好拿两个这样。对啊，就拿两。这个够棉吗？这够大吗？你怕冷吗？怕的话，我也怕冷。我们两个抱一起。这个是最大了，2米多。哇，这个好大。这个大，这个可以哦。那就拿这个，拿那个绿色出来看一下，绿色的。哎呀，我们都还没吃。请二楼保洁员同事通过广播后数字两楼区，谢谢。我来，放这边。这边我们决定买两床，买一床绿色，一床粉红色，就这么定了是吗？对，这么一块决定了。枕头要吗？枕头要不要？买个小小的吧，买个小小的也可以啊。是。你俩在干嘛？直接在这里睡觉了吗？就拿这个，就拿这个吧。你们两个拿一样颜色？拿个蓝色。我是觉得这个不刮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它大格的要硬一点，小格的要软一点。哦，好的。哦，你是小格的。对，我是小格的。装在一起。走，可以吗？你们怎么不拿个推车？没事，我们有力气。别纠结了，你拿不拿得动？哦，来，也可以啊、哦。我觉得这个好，我也觉得。主要是这个枕头大一点，好睡一点。嗯。对，买大一点的吧。单身的话就有地，就好。单身的话就好过啊。单身。单身。我还以为是单身打击我们了。好嫩啊，买这个。好的。这个太小了。换了吧，那就。换。我拿这个。我不换了，不换，你要这个，它像只猫，我只要是哎不动就叫。走，换这个袋子，行，没事，等你。啊，谢谢。我发现这边的那个售货员啊，真是好热情的，是挺热情的，真的，说不定人家认识你。我们买到了被子，还有毛巾。你看，我们是像不像那个逛超市的大妈？一群大妈。还要买什么吗？牙膏有没有？牙膏，我有牙刷。你们两个拿了吗？哎，牙刷拿过来了。拿了。对，买个牙膏吧。嗯，
们买点小零食吧。你想吃零食了是吧？对。对，我看到你眼睛盯着那边看，我就知道了。买吧，买一点回去吧。哦，这边好多好多吃的哦。好多呀。你要不要？不要，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夸张？这个好吃是吗？这个好吃。买一点，买一点。我们这么多东西，先放一下吧。哦，这可以哦，先放里面吧。找到一个专门讲的。你们两个买，我负责推车啊。小心。买吧，我来推，我来推。你们两个小朋友买吧。看我们今天的战利品。这蟹棒好吃是吗？好吃，就是那个我们那边小整零食那个。哦，真的。美女，你可以每一样都买一点，多买几个品类嘛，买回去大家一起吃。我几个包这么吃，太入我的眼。眼花缭乱。我们要买点辣的吃。你过来几天没有吃到辣的，受不了是吧？香辣最准。嗯。虽然我今天喉咙沙哑，但是我明天吃。要不我给你买只老干妈，可以了吧？老干妈家里有，嗯，可以可以。老干妈去哪里都香。嗯。走。但是不是这个，我确定不是这个，是那个包装是白色的，白色红纸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哎呀，哎呀，说的真的，好回有回忆感呢、啊。快趁我现在手机还有电哦，等一下手机没电付不了款了。我来付，我来付。哎，你拿登记表来，拿登记表来。我没带，我们都没口袋。找一下车里面有没有？手机，你有没有刚才在买糖的时候？买糖的时候？哎，对，去找一下。我看着车，你们两个回去找一下。来，这么粗心？哎，在这里啊。哦，我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没找好啊，你们两个。可能是我刚翻的时候掉到下面去了。在下面，在下面，掉下面去了。哦，哎，虚惊一场，吓死我！差点就以为我买单了。没事，我买，快点，趁现在手机还有电。是真的手机吓死我了。嗯。你看这个。出门没手机，很不方便。还好虚惊一场啊！出门在外一定要把手机塞到包里面去。对对对，要随身携带。我就塞些。出了门掉啥都可以，就是不能掉身份证和手机。嗯、我也觉得。现在去付款就回家吧，他们应该准备开始做晚饭了，我们回家帮个忙。看我们这三个出门多么的粗心了，这个忘记打秤了，然后现在全部拿回去重新打秤。他们两个在下面等我。好了，去买单就可以回去了。来了。对。啊，对。